稀世珍宝的超音大师王太贴，各位现在看到他的名号的人呢，都会呢，所有人都会震惊的站起来，不然就是肃然起敬喽。民国102年，他最新的代表作《财源滚滚》，现在大师的画作已经为两岸三地争相收藏，而且他的价位呢直飙啊。我们今天呢，艺术传家的价格呢先不公布，不过本档全球限量订购，我们老板强调一定要讲真话，电脑打开给 Viva 的数量保证确定肯定只有20幅。可是呢，在开 Unlife 之前呢，我们被告知哦，因为我们老板是日本人，所以呢已经占了一幅。那我们董事长占了一幅，我们总经理就想说，如果董事长这么内行的人都占了一幅，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 Viva 自闭近几年哦非常推艺术品，所以呢代表的是日本人哦，他们对这种艺术品这种东西哦都很喜欢啊。日本人占了一幅，总经理想说跟着他走就对了，有没有？所以总经理也留了一幅。然后再来呢，副总想说这商品真的很妙哦，才提报的时候董事长跟总经理都占了各一幅的话，如果不跟着买进的话呢，那怎么还是跟得上你跟得上呢？那讲实在话呢，目前我们制作人讲说他的确给我们120幅，可是现在真正能卖数量机器只有15个机会，15绝对不多。那对不起哦，因为今天呢，如果说您曾经买过任何的画作，任何一个画家绝对不敢拿出那个历史教科书艺术大师的年鉴，这个年鉴里面呢是有史以来有名的艺术家，包括他们珍藏的收藏价格全部都名列在里头。你会发现哦，随便一翻开全部都发现都是日本人耶，全部都是日本人里头呢，居然有一个王太田出自于台湾，而且就是摆明的告诉各位，如果你要买他的画作呢，他的行情价大概呢在这一才在22万左右，一才22万呢，那个是在几年前，很久的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那年的时候，真的，那当然了，这个先给大家先看了以外呢，还有非常多的证据，我今天要去欢迎两位，这两位呢，首先第一个也是院长级的人物了哈，人家说呢。电视上呢就可以跟着他买了，因为他不会随便上购物台，除非这支商品他研究透彻而且非常值得买，他才会来。通常呢，这个东西应该他有，就是他推荐这个东西应该他本人就有了，他也才会来。那今天待会听他讲故事之前呢，我们来欢迎哦院长级的人物沈梅老师。是方安主持人，大家好啊。现在台湾难得，你不是在北京就是在英国，要么就在新加坡。是，马上要出国，要找你哦，都想，哎，沈梅现在应该人会在哪里？是，没有错，世界各地，而且都是教授级哦，是，都是在教各个国家的人怎么样挑选顶级的珠宝跟艺术品，是，没错。好，待会呢，我们来听为什么沈梅老师这么多的画作，他居然挑选王太田大师的啊。再来呢，招总，人家讲说台是招总啊，招总购物台哈，真的哈，走遍各大购物台。而且他有一双慧眼，今天由他来判定的话呢，绝对错不了。我们来欢迎您应该很认识的陈真。嗨，大家好，金光好，作为他的会员，大家好。其实坐在这边觉得有一点对不起所有的会员，为什么戒慎恐惧？真的，我们本来是给20幅给我们的立法的会员，但是不能卖。真的感谢所有长官呢，这热情的这个喜欢，他们订购了5幅。其实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你们长官大家眼光都非常好。这个谁都知道，因为。老师等于是把所有老师这一生的精华全部在这一幅财源滚滚全部看得到，没错，他的3艺4技5绝全部都在里面，没错。所以你知道所有看到啊，说哇用这样的价格，每一个商神兽全部领走了，没错。什么叫做3艺？什么叫4技？什么叫5绝呢？是自古以来大家所认识的画家，包括张大千也好，叫得出名号的大概1个技1个艺法，他就可以号称非常久。老师自己有自创3个技法，是目前没有人学得到。其实很多画家一生连一个技法都没有，或者是他们的技法都是可能是承传以前老师的技法，但是我们老师的3个独创的技法是老师自己独创出来的，包括他的正剑笔法、蚕丝春法跟飞燕点法，都是老师自己独创出来的技法。而且听说他在国父纪念馆教画，对，不管是大家去学画呢，去看画的地方，所以多教授级、医师级、律师级的去跟他学，都是跟老师学，学不来。对，那当然呢，我们还有证据哦，我们沈梅老师讲说，他还是国家御用的画家，是，没有错。什么意思呢？是，其实他不是只有在国内有这个教育部这个入册，对岸也是哦。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前总统是这边所
这一下，他是非常的，就是我们的王老师是几乎是我们的御用国师，是大家可以看到，来这个麻烦这个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李登辉总统是哪里看到他的画作？是，哎对，李登辉也很喜欢收藏香水画。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先生请他为国画，没错没错，等于就是我们的御用国师，哇，也就是非常内行人，对，未来讲很多人说他艺术品。收藏是，好，那我给大家哈几个信心。我在去年三月的时候，曾经卖过一档五块钱，就一档而已哦。对，这么一档。然后呢，很多购物台的朋友都觉得很压抑。天哪，你们王太田大师居然可以请到国父纪念馆前馆长？对，为其国父纪念馆前馆长他所代表的人号，他叫做公家人，公家单位代表，也就是说他不是盈利单位，是他呢来